我这里充值很慢的。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我们喜欢主播的点点关注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中间戳戳主播的小脸蛋，谢谢弟弟的红包。美女好 ，Hello， 欢迎新进的朋友，喜欢主播的，不会的宝宝，你们是第一次来吗？可以点个关注哦。第一次来的可以点个关注，欢迎新进的朋友。让你一个人独自拥有，我的灵魂我不停守候。你录屏是面画是都模糊了，嗯，模糊的，为什么会模糊啊？我第一次来，不过关注你很久了。来，我给大家发个福袋，你们抢一下好吧，等我一下，等一，我给大家发个福袋，我还没有充值成功，你们帮我点点赞吧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帮姐姐点点赞吗？谢谢你的点赞哦，谢谢哦。你喜欢主播的话可以加个团。应该是灯光都雾，真的吗？灯光的像素吗？等一下再说吧，我先充值一下。你是说这个雾吗？哦吼，嘚儿又落了。你们看我模不模糊啊？好高清啊，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欢迎小，欢迎 KK。 完了，退一下吧，我然然弄不在了。可以这样啊，你们帮姐姐点点赞好吧，我们点点赞。哎，我这衣服都落了，好扯哦，给他脱了，对，我差点说给他脱了，我应该去换个衣服的，搞忘了。搭一下，怎么这么搞笑？我不知道，怪不得我录屏的那个好黑呀、啊，好看好看，什么好看啊？不知道穿什么了，来你们投票吧，等会儿给你们换。我去给你们换皮裤吧。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欢迎大家喜欢主播的点关注哦。你们把赞点一下，我去给你们穿这个，但是这会儿在进人。哎，欢迎 TQ 你怎么还没有睡呀、啊、小然然来报到了，欢迎新进的朋友。我们等一下穿这个吧，你们帮我点点赞好不好，你帮我点点赞，我们把赞点到5000，快点，这都我去给你们换，你们帮我点赞。你们想看什么？你们是喜欢靴子还是高跟鞋啊？欢迎新进的朋友，哑光的没有带回来，哑光的没有带回来，我这个机关枪
太牛了，我这个灯100瓦，这烤在背上都是烫的。欢迎新进的朋友，可以耶，你们点点赞，我去，我怕我走了人就掉了，我怕我走了人就掉了。来，我们保时捷定制哦，我们新进的朋友可以送送保时捷，我们保时捷定制。欢迎新进的朋友。加入了你的粉丝团了，我们把时间定制，欢迎新进的朋友，喜欢主播的点关注哦。没有，只有这个，我不玩别的平台，我不玩别的平台，只玩这个。我们比心玩游戏，欢迎有趣弟弟，欢迎新进的朋友。你们想看这个吗？还是那个？你们想看这个还是那个？你们想看哪个？上面的，一样穿一只，好聪明哦，好不好？一样穿一只。先亲吻，那我去换一下，你们领个福袋好吧，不要走开哦，万一有人给我送保时捷我没看着怎么办。欢迎新进的朋友，你们不要走开哦，姐姐去换一下，马上就过来好吧。都说上面的 OK， 等一下我去换了哟，你们等我一下哦，你们等我一下。我过来了。
我没有脱袜子，我穿那个袜子，我穿那个皮裤，真的有点扯。等一下，我就去把袜子脱了吧，热死我了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。哎呀，喝多少哦！自己在逗自己笑。哎呀，怎么这么扯？我看一下奇不奇怪哟、哦？我看一下奇不奇怪啊？等一下。哎呀，好吐啊！不是，我没有，我这个袜子是加厚的，这个袜子好搞笑啊，真的，但是有点丑吧，这个好搞笑啊，穿了一身黑，哈，等我看一下奇不奇怪，我的袜子是加厚的，哎，就这样了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将就看一下吧，不行，我再去把袜子给脱了。好像有点奇怪，是不是有点奇怪哦？哎呦，是有点奇怪哦，我没脱袜子，管出他的呀，笑的，好逗啊！我没有脱袜子，我这个是带坠的，哎，它都掉了，它是带钻的。为什么不把带钻的穿在这边？我应该这样做，就可以让你们看到我的钻石的。哎，也看不见啊！哎呀，看不见算了吧，看不见就算了吧。好家伙，我也觉得这是个好家伙。等我把我的小绵羊蹬开，你们等我一下。我的口红又印到手机上了。哎呦喂！你们平常静波玩什么呀？我们玩五十个鸡蛋吧。五十个鸡蛋，就是一口气数五十个。行，那数五十个鸡蛋吧，这个可以。好吧，中间就不玩了吧。嗯，行，那我闭麦了。嗯，好。来，我们五十个鸡蛋。静波 秀身材。我家都是用鸡油烧饭的，有个真的，我家里都是用鸡油烧饭的。我是秀鞋子的，不是秀身材的。我有各种颜色的靴子，知道吧？我不是秀身材的，虽然身材还将把就吧，但是就是比较任性，鞋子多，什么颜色的都有，知道吧？我是不是又是歪的？你们看我歪不歪？我是不是又坐来歪着的？我每次一打 PK 我就歪到旁边去了，人都看不见我，又是歪的，不歪啊？我看着我不歪啊，想看姐姐站起来。太谦虚了，太谦虚了。
太谦虚了，太谦虚了。我的狗狗，我的狗狗，乖宝宝，人都快出屏了，我怎么又出屏了？我明明这边还有这么宽啊，现在还出屏吗？我又出屏了，那我站着吧，等一会儿。我每天都是歪歪直坐的，可能是我发现了峰峰的手机可能是小一码的，我自己截图看我自己就是正常的，他给我截图我就是要往这边歪一点。我们差两个人，我们助力一下吧，家人们，谢谢十九。狗子，快点帮姐姐，这是命令，快一点，我在叫你呢，你听得见吗？欢迎风平浪静，这多少天没有来报道了。欢迎新疆的朋友，我们用这颗开的很小、哦、来帮主播助力一下，家人们，帮主播助力一下呀，帮主播助力一下呀，谢谢亲我。哎呀，手机掉了。还是想换手机了，嗯。不放了。嗯，十四已经出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快点帮姐姐守个塔，我感觉要偷塔，我感觉她要偷塔，可以帮姐姐守个塔哦，谢谢小然然。哦，我被偷塔了，怎么办啊？姐姐要一口气数五十个蛋了，你们觉得我能不能数到啊？你们觉得我能数到吗？五十个。你们觉得我能不能数到五十个？果然偷了，来我数。我冰少的，这旭日明珠，谢谢我佑哥的蓝色热气球。没手翻，来吧。算我们掉地。一个键，两个键，三个键，四个键，五个键，六个键，七个键，八个键，九个键，十个键，十一个键。谢谢我梦哥，谢谢梦哥，谢谢我梦哥的飞机，谢谢我。冰少，谢谢我冰少，谢谢我，谢谢我冰少，谢谢冰冰，谢谢我佑哥，谢谢佑哥，谢谢我百万。三四个键，三五个键，三六个键，三七个键，三十八个键，三九个键，四十个键，四十一个键，四十二个键，四十三个键，四十四个键，四十五个键，四十六个键，四十七个键，四十八个键，四十九个键，到五十个键。哎，累死我了。好了，小姐姐，我数完了。行，我给你跟你要个互关行吗？嗯，好，我们下次玩吧。气好长啊，那可不行、嗯、好了，我关注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我一口气数了，你姐姐我不是厉害的很，你姐姐我厉害的很，你姐姐我厉害的很，知道吧？我们把时间定制哦，欢迎新进的朋友，
我们播到2点钟就下播了。我不仅腿长，我气还长。我气，我一口气，我肺活量，杠杠的，知道吗？我肺活量还是杠杠的，不仅腿特长，而且气还特别的长，就容易生气，知道吧？好的，晚安，小然然，晚安，有空再来玩哦，不要把姐姐给忘了哟，人家看姐姐很开心哦，我们下次又来玩。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呀？我们左上角可以领一下福袋哦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好啦，晚安。我感觉我每次不在镜头的时候，人就会变多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呀？这什么歌啊？欢迎开城相见，真的这腿太长了，直接都看不到了。朋友，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？我们可以点个关注哦。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？我们可以点个关注哦。欢迎贴贴。哎呀，我头发又吹没了。谢谢贴贴的嘉年华碎片。想你，那你不亲我一口？是真的想我还是假的抢啊？谢谢弟弟的嘉年华碎片，刷颗小星星想你一下，那我要想很多下，可以多来几颗吗？谢谢弟弟的玫瑰花，我们放一下 PDD， 不可以的，我们好事成双嘛，老板。给我来99个吧 ，PDD，PDD， PDD， 谢谢，谢谢我们贴贴的小星星，谢谢我们贴贴，520颗，好像520颗有特效哎。截个图，弟弟有特效哦！感谢圆梦，天天要给我点小星星了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可可，断了，手酸了，断了。1314颗小星星要点10分钟，大哥。大哥你试一下好不好？贴贴，你这个字念什么啊？我都没念通过，你是叫喜贴街还是叫喜？这个字念贴还是念粘啊？我突然认不到你这个字了，那叫贴吗？哦，喜贴街，那我对的呀，喜贴贴，洗洁精，我叫他贴贴，我每天都叫他贴贴。这个字突然认不到怎么念呢？我每天晚上播，宝宝每天都要播。欢迎狗子，谢谢贴贴的嘉年华。我们今天50下播吧，今天早点算，今天早点下播。今天我们早点下，今天又吃饱了，可以早点下播。嘿嘿，好开心，
谢谢狗子的点赞，每天都是这个点吗？如果我不被关小黑屋的话，每天都是这个点。如果我回成都了，可能就是早上播，就是睡得很早的。我觉得早上播也有早上的人看，有一个叫进厂打工的那个大哥，他就是早上看直播，他晚上要回家看娃，他说他要回，我说哥哥你来看我直播吗？他说我要回家去陪我娃，他说他回家带小孩，好搞笑。我就要问他，我说哥哥你要来看我吗？怎么这么嘚啊？他说我晚上要带娃。欢迎逃出升天，对呀、啊，这是屁弟弟吗？贴贴，我们重新点一下嘛，贴贴，贴贴你在播呢吗？贴贴，你可以再给姐姐点一个吗？谢谢叉叉的比心，来叉叉，我换游戏了，我们玩游戏了。来叉叉，叉叉，你今天晚上升个级呗，叉叉，来当姐姐的30级大哥。美女，你是四川的吗？对啊，我是四川的，我是四川的。来贴贴，来，我给你玩个游戏，贴贴，我这里有12个游戏。我准备睡觉了，哎呀，你来当一下我的榜一呗！你看我的榜一才200票，你来个保时捷给我定制一下，给我砸起噻，给我砸起，给我把直播间撑起，嗯，来，你选一个的再睡吧，好吧？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啊？我们保时捷定制，今天收了2个保时捷，正数第5个，1、2、3、4，我不对，今天收了4个保时捷，第四个一夜暴富，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一夜暴富？你们猜一下是什么？峰峰，你们猜一下我这个是什么？一夜暴富。不错呀，好像是收了4个保时捷吧。本章 DJ 舞曲由月月专属为叉叉大哥打造，祝叉叉大哥在直播间玩的开心，玩的快乐。抖音赚钱，抖音花，抖音的大哥来我家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叉叉大哥，祝我们的叉叉大哥一夜暴富，两全其美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发财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，百事可乐，真心话一个，哦，落地上了。真心话大哥，你问一个，掉地上了，捡不到了。真心话一个，呵呵，掉地上了。你可以问宝宝一个真心话哟，叉叉。叉叉哥哥你去哪儿了？口才真好，可以说书了。那可不是吗，我夸人都不带重复的，那骂人也不带重复的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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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问什么亲？粉丝亲，我与大家心连心，各行各业做贡献，直播间里来相见，苦也罢，乐也罢，酸甜苦辣都不怕。哥哥哥哥，你快点啊，快点啊，问我呀，你要问什么？没听过你骂人哎，我不能在直播间骂人，骂了的话我直播间就没了。那天我就骂了一句就没了。快点吧，来呀，欢迎星星，欢迎小刘。我不晓得，你晓得，你真的是你啥子不晓得吗？我问你，你啥子不晓得吗？你问一个嘛，你随便问一个嘛。那我们好事成双，你再来一个叉叉，
我们来，你热不热？我有一点热，但是我在吹风扇。你说啥？我说叉叉，叉叉要不要来个保时捷？四川话，脑壳都是蒙的。我说你是哈戳戳在放老公，你脑壳咋个蒙了嘛？我给你按一下嘞，我给你按摩一下。叉叉，你为什么这个没有加我的会员啊？好事成双，你给姐姐这个加个会员好吗？为什么你只加了那个？那个被封号了，被去旅游了。明天再说的，我要去洗澡了，今天太累了。哎呀，我心里面啊热情如火，知道吗？就想让你给我再加一个成双，不准走。好不容易扭你一下，谢谢不三不四，我们保时捷定制哦。你加个会员嘛，又买又不吃亏，是不是嘛？欢迎 C 罗 ，C 罗想看什么？会员有啥？我们会员有个礼物，宝宝。我们会员有礼物，你可以加个会员哦。狗子给姐姐加个会员，狗子嘞。明天给你继续点赞，好宝宝。要穿啊，峰峰呢？我们今天等一会儿就下播了，有趣，欢迎有趣。欢迎经常打工。哎呀，你还没有睡觉啊？经常打工，我要去广东，我要去打工。抖爸爸，对不对？经常打工，经常打工，爸爸来了，去弄点吃的。什么叫小东西啊？我是个小宝宝，你快叫姐姐！我要去经常打工，我要去你那儿打工了，老板，你看一下，我可以给你打工吗？老板，老板，我们好事成双，再来个火箭吧，老板。你说行不行？来吧，哪个工地？我这个干不起重活，干不起重活。我说我干不起重活，我适合干啥？我当监工。美女真美，真漂亮啊！真有眼光。人家不想看保时捷了，人家想起飞一下。谢谢打工送来的跑车，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突然想起来了这句话。欢迎新帐篷，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啊？经常打工，你可以给我开个会员吗？我可以给你送个礼物哟。我们加会员，你看我会员都掉了。我这个有32个人，那个有32个，我有60个会员哎。欢迎力量。啊，算了，我送了他看不上，看你乖不乖，乖，看我乖不乖，这话说的，我很调皮的。要看是谁，我可以选择乖，也可以选择不乖，知道吗？
睡了，睡什么睡呀，再玩一会儿嘛，经常打工，你加油，那肯定要加油哦，好事成双，快点儿加个会员，帮我完成一下嘛。这句话好像摇摇车的感觉。对啊，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今天那个进厂打工送了我一个火箭。四川妹子是不是很凶啊？我也不知道凶不凶。弟弟呢？来，我给你们变个声啊。其实我说话可以变的。刚刚那个是小夹子。我也可以不是小夹子，知道吧？四川妹子是不是很凶的？你觉得我凶不凶啊？啊？欢迎新进的朋友，喜欢主播的点点关注哦。欢迎大家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中间戳戳主播的小脸蛋，知道吧？谢谢阿江很忙的关注，我们保时捷定制啊。我们有条件的可以给主播送一辆保时捷，保时捷定制玩法哦。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？我们可以玩游戏哟。欢迎 C 罗， C 罗还在吗？我们有条件的，我们可以送这个，知道吧？绝对包你满意，知道吧？保时捷定制玩法，谢谢关注，有条件的可以加团。欢迎该走就别回头，欢迎用心看。我今天晚上吹风，你在成都啊，美女？我现在吗？怎么了？我是成都的，你是哪儿的？那可可，你是哪里的？我们粉丝等级十级有礼物哦，家人们。我们粉丝等级十级，保时捷有啥福利？对，保时捷有惊喜哦，宝宝，我们有惊喜，你可以加了就知道了。你看嘛，他们直接送了保时捷就走了，今天凌晨都搜了三个保时捷了。看我弟弟给我设置的这个心愿，梦幻城堡三个，火箭三个，嘉年华三个。有没有人设置嘉年华300个的？嗯，要是把嘉年华设置成300个，可能就完不成的，最多可能设置30个吧。这是峰哥设置的哦，我以为是你设置的呢。有啥惊喜呀？有福利哦。知道臭豆腐啊？就直播间不玩的，知道吧？你要敢想啊，知道吧？管它是三个还是30个，设置在那里，对吧？狗子，你给姐姐加个会员。狗子呢？狗子，又不理我了，又不知道是不是在挂机，是不是在挂机啊，宝宝？我是四川的，四川成都的，成都，成都，你们两个耍过没得嘛？欢迎小武松，欢迎新交朋友，喜欢主播的点点关注啊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中间戳戳主播的小脸蛋，我们有小礼物的可以支持一下，我鼻涕都要吹出来了。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欢迎使命，欢迎兔哥。我怕我理解错误了，肯定是啊，对吧？你想要，你想要的样子我都有。我这鼻涕都吹出来了。C 罗呢 ？C 罗今天给姐姐送了保时捷的，是不是？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我们等一下下播了哟。
听流浪歌。欢迎流浪歌，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欢迎晚安。